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呀！今天便利店特辑，有饭团，有拌面，有冰皮蛋糕，还有关东煮。先吃一个这个芒果味的冰皮蛋糕。芒果味很浓郁，这个皮太黏了，刚黏住我的那个。我想再吃一个白桃的，这个是白桃乌龙味的。可以吃到白桃的那个果粒，来吃饭团。这个是恶魔饭团，然后这个是那个寿喜烧牛肉味的。刚那个牛肉饭团，牛肉蛮多的，然后但是我觉得吃起来会有一点点咸，所以一定要搭配着汤喝。咸蛋黄爆浆鸡排饭团。这个饭团吃起来特别有满足感，就是中间的肉实在太大了。关东煮配饭团真的太配了。
关东煮的萝卜为什么可以吸这么多汤汁？我可太爱这个萝卜了，吃这个大鸡腿。甜蒜，我可太爱这个蒜了。又解腻又好吃。你们喜欢吃甜蒜吗？家里面甜蒜，因为我吃的太快了，我婆婆一腌都赶不上我吃的。然后是这个宫爆鸡丁拌面，这个拌面我第一次吃，看起来还挺油润的。面非常的劲道，但是这个口味我觉得不像那个宫爆鸡丁的味道。我觉得像麻辣香锅有点类似那个味道。我今天原本是想买那个茄汁蛋包饭的，但是没有，然后我就挑了个面吃，关东煮的魔芋。面真的特别特别的筋道，
个面不是很对我的口味。用香芋味的冰皮蛋糕来收个尾。果然我的最爱还是香芋味。奶香奶香，